今天打算拍什么呀？我原本是在海边晒太阳的，突然间有一个人跑来贴我的脸，结果我就找他来理论。在理论的过程中呢，他竟然指我粗话，我把他绑在桥底下，准备要弄死他。结果他为了要保住他的命，他告诉我说，在北部那边海底的一个地点，有一些宝贵的物品在海底下。等到我去到北部的时候呢，下到海底面，结果发现原来海底里面不只是拥有宝贵物品，而且还有很多尸体啊！不好了。哎呀，风和日丽的早晨啊，走路我们去海边晒太阳喽！哇，你们看到这边的海边，哎呦，真的是很美耶！那一边还有一辆豪华游艇耶，哎呦，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的啊？身体擦好了这个防晒油 ，Let's go， 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喽！当我躺着看这蓝天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到底几时我才可以到达十万的订阅者呢？对了，有超过78%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 Official CK YouTube 频道的。Ouch， 你这么踢我！所以还没订阅的观众们，记得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啊！喂喂喂，你走路没有戴眼镜啊？没有看到我躺在那边晒太阳啊？竟然踢我脸！为什么你要躺在那边？为什么你要挡着老子的路？没有人可以挡着老子的路，知道吗？哇，这个人讲话真的是很没有道理耶！我很想要打他好了，想要打我？那吃这个吧！哎呀，你还指我粗话，你真是不想活啊！追你啊，打死你啊！哇！搞什么鬼啊，怎么跑得那么快的？他是不是有参加奥运会哦？哎呀，哎呀，哎呦我去，哇，好痛哦，哎，快站起来，快站起来，还要逃跑了，快点，走开走开，不要挡着我路，哎呀，哎呦，哎呦，好痛啊，我的，啊，哎，还踢我，走开啊你，不要打我啦，我要追人，你干嘛还打我？他嘞，他刚才不是跑在这边吗？等一下，喂喂喂，哎呦，石头好滑，哎呦 ，OK， 他嘞？哇，惨了，看不到他了，人影不见掉了。Oh no， 让他逃跑了，惨了咯，望远镜这里看来看去也看不到他的踪影嘞。Oh no， 惨了惨了惨了。OK， 不要紧，在洛神都这边我有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Travel， 他可能可以帮到我。来，我们就去找他吧。刚才那个替我人真的是有够嚣张啊！无论怎样都好，我都绝对不会放过他，就是啊。OK， 到了 ，Travel 的家应该就在这一边吧。今天是假日，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会在这一边跟他朋友开巴蒂的。Travel， 你在吗？哎，我是 CK 啊，我来找你啊。哇，你看他们真的在开巴蒂哦，而且还在喝酒哎。Travel Phillips 公司的 CEO Ron 也在那边一直练枪，哎，那个练枪每天练不好的。我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 Travel 知道，看看一下 Travel 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帮到我。结果 Travel 就说，只要你一枪可以打中那个酒瓶，我就帮你。哈哈哈哈，开枪打酒瓶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不到？那看到吗？中了，再中了，再中了。每一枪都中好不好？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到底要怎么去抓到那一个替我的人。 Travel 跟 Ron 都很建议把那个人抓了之后呢，绑在那个桥底下，因为他们对绑人这方面是最拿手的。 Travel 还特地告诉我说，他把他另外一个朋友 Wei 打死了之后呢，绑在这个屋顶上面耶，他指向那个屋顶了。哎呦，真的是有点可怕耶。 Oh my god， 你看一下，用望远镜照上去，他真的是被绑在那个屋顶上面。哎呦哦，厉害厉害！现在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准备要回到去这个海边那边了啦。在还没有去海边之前呢，我觉得我要回我家换一下衣服先，因为我这样子穿呢，好像是在脱光衣服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不爽。哦，对不起。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啦，终于都已经到达了我的家了啦。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很快就下来了的。Travel 就打电话给 Michael 的老婆聊天一下，然后这个 Ron 就每天在别这练枪，这边也亮枪，那也可以在别练枪。这边是大众的地方嘞，这样子的话，等下一定被警察抓的咯。哎呀，没有关系啦，不要理他们，反正是他们的事情。来，我们上去楼上啦。我想啊，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呢？通常要做这种杀人的任务的时候呢，应该要穿一些比较专业的服装嘛。啊，这件不错啊，白色的外套啊，里面蓝色的这个衬衫，而且还有戴着黑色的手套，这个应该是可以了啦。Let's go。OK， 好啦，我们准备好了 ，Let's go， 我们要去绑架人家了。哎，什么事情？怎么会？哎，有警察！哦 ，Ron 被警察抓了。你可以看那个 Travel 在拍手拍到几开心。哎呦，我就讲嘛，在这个大众不可以乱开枪啊，不会听啊，现在被警察抓了。哎，来 Travel 快点上车，我们要去到海边去抓人了，快点。我通常都拿这辆车去干大事了，所以呢，今天要去绑架人的所有的那一些财气呢，全部已经准备好了。
OK， 海边终于就到达了。车子我就先停在这一边吧，然后我再告诉 Trevor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是什么。Trevor 告诉我说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告诉我那一个人的样貌是怎么样的呢，他绑到那个人了之后呢，就会打一通电话给我。看来 Trevor 对这种绑架的工作很有兴趣哦，你看他的积极挤够力，马上跑到那边去哦。我还是上车好好的等电话吧。A few inches later， 哈 ，Trevor 打电话来了，应该是抓到人了。Hello， 我绑到你要的人了啦！你再不快点来的话，我就要把他给杀掉了。Trevor， 慢着慢着，等我过来，等我过来，不要这么快就动手先，我还没有看到底抓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他呀？哇，真的嘞，他真的是把那个人绑在这一边，你们看，哇！真的是这么够力哦！哇 ，Trevor， 你很厉害耶！果然你抓对人了，就是他，刚才就是他在那沙滩边替我的脸的。不关我的事的啊，是你自己在那边挡着我的路，我才替你的脸啊！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这样子讲话，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我直接一枪把你给打死吧 ！OK， 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知道有一个秘密，我告诉你，你放开我好不好？哇哦，有知道有秘密，好的，你告诉我，只要可以赚大钱，我就放开你。他说在北部海底里面有一辆用金做成的佛像车，如果我们拥有了那辆佛像车的话呢，拿去车厂卖的话，可以卖到总价值3000万呢。好吧，这次我就相信他吧。全部人快点上车，我告诉你哦，如果等下去到那边没有的话呢，我就一枪把你给毙了。明白吗？路途则是非常非常遥远，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这个3000万啊，一定要想办法去得到它。哇，没有想到现在在这北部这边也下雨有嘞。哇，下雨天要下去海底里面捞这辆车上，真的是不简单嘞。危险危险！我的车坏有路，坏有路，小心小心！幸好我的车是四轮启动的，所以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在这个沼泽的地带行驶。好啦，终于就已经到达了，这一边就是北部最高上面那一边的那个海边了啦。好像下雨天应该是没有人会在这一边吧？你说刚才的地点就在这一边是不是？来，你现在指给我看，到底那辆佛车是沉到哪一个方向去？他说是往这个方向直直过去，那边底下有一个山崖这样子的，在海底里面的。哎呦，要潜水哦这个！现在我就把这个对讲机呢交给 Trevor， 只要如果我在海底里面看不到有这样子的佛像车的话呢，我就告诉给 Trevor 就一枪把这个人给打死，就这样。哎呦，紧张耶，这是我第一次潜水耶，有点怕耶，而且是海底勒，我的天啊。 OK，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一个呢就是我的氧气管啊。好啦，准备好了，我现在开始了啊。哎哟，要下去海底里面哦，而且现在又在下雨哦。OK， 没事没事，我可以做到的。哇，你们看现在这边哦是蛮浅的勒，还没有到深的地方，你看到吗？底下的海底都已经是这样子的样子了，我的天啊，好漂亮耶，里面海底真的很漂亮哦。 OK， 开始游到深的地方了，等一下啊，你们看一下。哦，我看到了，前面好像有一个 container， 有一个 container， 那 container 的名字写是什么啊？ Crabby 啊！哇，你们看，这边又有另外一个 container 了，这边写着什么？ Post OP，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洛森都装邮件的货柜吧？罗里的货柜来了，这个。好啦，开始下去更加深的地方了。哇，你们看里面还有，哇，这是什么？巴士哎，还有那个一辆罗里的那个卡车哎。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前面又是什么？等一下，哟，那边好像有很多尸体浮在那边哦。哇，之前应该是发生什么大件事情吧？哇，那个人果然没有骗我耶，你看我揭发到很多特别的东西。哇，看样子这些全部是工作人员来的嘞，怎么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多人浮在这一边？而且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哦。哇，应该是佛了很久哦，我觉得。好啦，不理这些先啦。那个人说那个佛像车是在海底很底很底里面的。哦，不行啊不行啊，这个水压力弄到我耳朵很辛苦啊。OK， 不可以，我还是为了这个3000万的那个佛像车，我无论讲一定要拿到。快点加油。我可以做到了，我可以做到了。我这真的是很深啊，我的耳朵真的是很痛哎。哇，加油加油，我可以做到的。哎呦，你看这个声音很大声耶，这边好像有一辆这个拖吊车，应该是在这边很久很久很久了。哎呦，哇，如果我没有下来这边，真的是没有发现这些很奇怪的东西耶。但是当然，我们今天要拿的不是这一辆拖吊车，我们要的是佛像车。哎呦，我怎么卡在这一边了？快点过去，这边又有另外一个 container 哦，但是这个 container 好像是开着的，待会看。哦，我看到了，那一辆用金做成的佛像车就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哇，我们找到了 ，yes。
Hello, hello, Trevor， 那个人没有骗我们，底下真的有这辆佛像车。现在我们要把那个钩子勾在我们这辆车，然后另外一个钩子呢勾在那个佛像车，然后用绞盘把那个佛像车从海底里面拉上来。来喽，来喽，又要下海多一次喽。OK， 勾好了啦，是不是现在准备可以拉好了 ？Hello, Trevor， 收到吗？现在已经勾好了那个车了，可以开始拉了。OK， 我开始听到这个佛像车呢有动静了啊，在这 container 那边开始有摇动感觉哦。希望这个绳子有够硬啊，有办法能够把这一个佛像车呢从这 container 里面拉出来啊。哦，跑出来，跑出来啊 ！Yes， 但是呢，感觉上这个佛像车呢还是有东西卡在那边，因为这边太深了啊。OK， 加油加油 ，Travel Travel， 快点加油，继续的拉，快点！我看我还是游上去，使用我的那个车子的自动搅拌的功能来把这辆佛像车给拉上岸吧。为了这个3000万的车，无论怎样一定要加油啊！好了，设定好了，现在我们就坐在这个海滩上面，慢慢的等它慢慢那样子拉上来吧。当你在海底里面呢，你就会看到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那个佛像车就慢慢这样子的被拉，一慢慢的拉上岸。只有自动搅拌才有这个能力去拉罢了，因为底下的那一些阻碍物真的太多了啊。A few minutes later， 哇，你们看，那一个佛像车就差不多要拉到上岸了，快点加油，离我们这里不远罢了。呜吼吼吼 ，Yes。OK， 现在又沉下去哦，因为这一边呢已经离我们这里很近罢了，离上岸很近哦，很近哦。OK， 你可以离开哦 ，Travel， 我们可以放他走了。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下一次。快点跑，如果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的秘密的话，我看现在他已经死了咯。 OK OK， 上岸了上岸了上岸了，快点快点加油，我的那个搅拌真的是有够厉害啊，终于都有办法能够把这一辆宝贵的车，咦，怎么他的气，哦，你们看他的气好像已经生锈了，很够力耶，这看起来应该这辆车在这个海底里面已经超过了很多很多年了，你看它的气哟，但是上面那个佛像的金哦还是在那边，一用金做成的，所以永远都不会有那一个问题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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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们发达了啦，呜呼呼，来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车子后尾来拉这辆车，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吧。 OK， 来 Let's go， 我们可以离开这边了。哎呀，怎么拉不动啊，我的四轮车，哇，这辆车真的是有那么重吗？啊，哇，很用力哦，整辆车的那个引擎的力度真的是很用力哦，可能要下去这个市区那边再找多另外一辆拖车老的那个车来拖了。哇，老伟真的拉到很辛苦哦，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都已经拉上这一边的市区了，这边其实算是北部这边的市区啊，暂时这里没有人跟人看到我是拉这种车赛。OK OK， 来来来，我们要打电话给那个拖车老啊。哇，好快哦，这个拖车老的服务一打一下子不了，马上就到了哦。我希望看到这辆佛像车之后呢，他也不会对我起这个怀疑心吧。Hello， 你可以帮帮我把那个佛像车哦拖上你的这个拖车吗 ？OK， 然后等一下我给你钱。老实说，我很幸运，他没有问我这么多的问题，就直接帮我拉这辆车了。但是呢，我看我是时候要偷他的这一辆拖车好了。OK，Trevor， 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偷他的车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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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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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上车上车上车，快点！哇，我没有想到他也有拿着武器的哦，他现在向我开枪哦，我快点快点，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成功把这辆佛像车成功拖上去我的这一辆拖车上面呢。OK， 不要紧，等下我们去找一个地点来慢慢拖上去先。OK， 我们现在把这辆车子停在这边先，然后呢把这辆佛像车成功的拖上去，这辆拖车之后呢，赶紧快点离开这边 ，Please 快点，我看清了，担心他报警哦。OK， 成功了。来，快点 ，Travel 上车上车，我们赶紧离开这边。Oh no， 两粒星了。吼，那我警察，我一直知道那个人一定会报警的。OK， 不要紧不要紧，冷静，我们现在车是比较快了一些。Travel， 你要帮帮我啊，看到警察一定要开枪啊。OK。Travel 这种人呢是要钱罢了的，所以呢我跟他讲，如果成功的话呢，我们等下卖了这辆车之后，3000万我们除二，他至少有1500万啊，1500万啊，很爽啊，3000万我给他1500万，很好哎，谁不要对不对 ？OK， 加油吧 ，Travel， 你可以做到的。OK， 只要我们成功卖到这辆车的话，拿到钱我跟你平分。OK，Travel，、okay, 加油啊，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达这个南部这一边了，市区的地点差不多到达了。赶紧去到市区之后呢，我们就马上找一个地点躲起来，很快我们就可以成功了。Travel， 你要支撑着，加油啊 ！OK， Yes， 警察暂时看不到我们了。我们现在要往哪一边呢？往哪一边 ？OK， 看到了，右手边这边好像有一个小巷，我们把这辆车躲进去右小巷里面。OK， 可以，可以，可以。
啊，这边是最好的方法。OK， 来来来，哇 ，Driver， 这次我们发达。哎 ，Driver， 怎么你都 Driver 死掉了？哎呦 ，Driver 应该是跟在刚才那边跟警方枪战的时候呢，应该是中弹了吧 ？OK， 不要紧不要紧，这样子的话我直接拿完3000万了。Yes， 我有钱了，我发达了。Yes， OK， 这一间呢应该就是车上了啦。Yes， 等下我就准备拿3000万哦。哇哦，好多钱呢。Hello， 车商老板在吗？我这边拿到了一辆很宝贵的车子，是一辆用金做成的佛像车，总价值3000万啊。我看你被人家骗了，这辆车是诅咒的车子来的，很多工作人员为了把这辆车丢进海里面呢，就这样子身亡了。300000，这辆车一点都不值钱好不好？我们还打算要怎么去把它给毁灭掉啊？ Oh my god！ 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底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